佃户们听着，今天贾府举办丧事，长工佃户一律披麻戴孝，举哀三天：一，不准穿红戴绿；二，不准走亲串友；三，不准张灯结彩闹元宵。太欺负人了。梁大哥，宝成兄弟。梁大叔。梁大哥，他贾家死人管咱屁事，真气人。真丧气，倒了霉了。你姓贾的都死绝了才好呢。今天是元宵节，不让咱闹元宵，还要咱披麻戴孝，这是什么世道？不让闹咱偏要闹，出出这口气。哥陪你摸摸大腿去。算了吧，宝成兄弟，你看呢？弟，魏大爷问你呢。宝成大哥，这元宵节咱到底还闹不闹？闹，上龙潭。Thank you.
么日子？少东家，你看，今天是好日子啊！今天是俺三叔办丧事的日子，一律不准闹元宵，连鸡狗鹅鸭也得披麻戴孝。把这个摘下来，给穷小子们戴上。你想造反？宝成兄弟，风头挺硬啊，转舵回船吧。永生，爹，点鞭。老太爷，少东家跟他们对上了，传话给少爷，叫他回来。是，我可疼我的话呀，叫他们不要嚎了。哎，梁宝成带的头。当年就不该留下这条祸根呢。不能放过这帮穷小子，我去叫他们开枪。慢着。小不忍则乱大谋。永生，兄弟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爹，快快逃命。
哎，改了朝，换了代，掌柜的买卖大发财，你发财，我沾光，一年四季来拜望。去去去，掌柜的，修把火。眼下世道是民国，前清时候我要办，如今要办的还是我。走吧，走吧。
来人呐，快救火，快呀、啊！松下，那边走吧。爹，怎么回事？快上炮楼！永生，我是你沈大叔啊。大叔，走，跟我来。沈大叔，快走。上哪去了？是永生回来了吗？咋不进来呀？俺爹叫你呢，快进去。走啊。门师傅。上哪儿去了？你拿我的刀去干啥？你到底上哪儿去了？快说！你上龙潭了？我要报仇！你拿刀去杀人了？我没能宰了贾宝轩那条老狗。有骨气，好孩子。俗话说，糠能吃，菜能吃，气不能吃啊！只要记住这血海深仇，总有一天能报的。孩子，天底下没有咱穷人说话的地方，也没有帮咱说话的人，只有他能帮咱穷人把那一肚子苦水倒出来，能把那人情世理儿挣过来呀。永生，你过来。这把刀是太平天国的一位英雄留下来的，一个长工得到了它，以后长工传给短工，短工传给佃户，最后传到山西省，落到了我们铁匠润家。润家，润家。我本来不姓门，姓润。
俺老家太行山下有个地主老财，跟这运河边上的贾宝玄是一样的狼心狗肺。他逼死了俺的爹娘，俺哥俩就用这把刀把他给劈了。老家待不下去了，哥俩就把个润子分开，一个姓了门，一个姓了王，隐姓埋名，各奔东西。我就逃到了这冀鲁平原的运河边上。那他呢？他逃过黄河，远走高飞了。孩子，你懂事了，这把大刀就传给你了，你要用它为咱姓琼的人报仇啊！师父。孩子，这儿咱们待不下去了。龙道有水，虎道有山，咱们走。就是宁安寨。对，这就是咱们的老家。俺到家了，俺到家了。看把你乐的。娘，俺老家有财主吗？有。俺不去了。咋着啦？财主家有狗。魁梧手啊，三匹马呀，七个桥。来，贾公任治河委员数年如一日，府上对这一方百姓真是功德无量啊。来，请。老兄如今又登上了治河主任的宝座了啊。有水大肥呀，啊！是，哎呀，来，请邵总讲，
什么事啊？整修黑烟口大堤的事儿。哎，照昨天吩咐的办吧。是啊，我已经跟贾六说了。来，干干干。黑烟口可是一段险堤呀、啊。老话说，开了黑烟口，三州两县跟着走啊。老兄，就算淹了北京的金銮殿，这个大厅也进不来一滴水呀、啊。是啊，是啊，说的对呀、啊。再说发了大水，你这贩卖人口的买卖，不就更加生意兴隆了吗？啊！少东家，听说梁永生回来以后，和一些穷鬼们拉起什么拳房来了。这次治河捐很重，摊派下去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玉贵，可不能再大意了。得先下手为强啊！老爷子，慢走。前面，前面。慢走，慢走。嗯。当年就不该留下这条祸根哦。是。我真佩服老爷子，年过花甲还能这样操心呢。这上了年纪了只看见家门口的事。如今老蒋跟日本人签订了和梅协定，华北平原上是人心浮动啊。哎，眼下这帮穷汉拉起了拳房，聚众结伙，舞刀弄棒，此时此刻呀，我们就该见风使船，切不可轻举妄动。县党部委员老爷，你笑笑笑什么呀？曲兄，有何高见，还请多多赐教啊。我笑这位胆小如鼠，一个小小的梁永生就把你们吓得魂不附体，汗毛倒竖。当今世界，你我心腹大患是共产党。十年来，共党红遍江西苏区，如今又虎踞延安，只要共产党不来，一两个梁永生，十个八个拳房，撑得了什么气候？如果他们胆敢聚众造反，我想党国不会袖手不问吧？哎。大伙快歇歇吧，今儿个开园，这是头一个瓜，你们谁来开，看看成色。我来。门道少爷，我来开。何大叔，搁这儿。左庄，哎，你来。年轻人运气高，图个吉利啊。哎，都闪开，闪开，靠我的。哟，猴长，好。慢着，小心手。这孩子，梅爷爷给，我不吃，你吃吧。哦，吃上了。哦，魏爷爷啊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给，尝尝。哎，
不错，甜。娘，哎，这新褂子是谁的？我的。我不信，是我的。来，可别刮破了啊！要不是开了这块地，种了几个瓜，你想穿新褂子哪儿有啊？哟，真俊呐！玉兰姐，你馋吗？馋呢，可俺又捞不着。嗯，往后等你长小了，俺就给你穿。这傻孩子。娘，这新褂子怎么这么大呀？傻孩子，先当单褂穿两天，等卖了西瓜，撑起棉花给你续吧上。你今年冬天不就有棉袄穿了吗？嗯。志强。爷爷。来来来，给。哟，穿上新褂子了啊，让爷爷看看。嗯，好看。爷爷你吃。爷爷心口疼，不能吃啊。去吧。娘，俺不要棉袄了。咋着了？爷爷心口疼，卖西瓜的钱留给爷爷抓药，治治心口疼的病。好孩子。谁在花园里啊？啊，是老门头啊。西瓜种的不坏呀。你有什么事啊？这瓜卖什么价？这瓜不卖。啊，留着自个儿吃了。你到底有什么事？哦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嘿嘿，今年第三期的治河捐就要开征了，每户大洋一块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哦，知道就好。嗯嗯。哦，老门头，你可得交两份啊。为啥？你姓门，他姓梁，你们不是一家子，该算两个户头。马铁德，俺还有老婆孩子呢，你爱怎么算就怎么算吧。太欺负人了，姓马的，随你怎么算，就是没有钱。天下哪有这个理呀、啊？哎，不要误会，不要误会啊，这是上头的意思，我不过是来打声招呼，交不交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呸！年年收，月月逼，今年刚过六月六，这治河捐就收了三回了。到年底不知还要收几回呢。年年收治河捐，可年年闹水灾，就是不管咱老百姓的死活。收了咱们的钱，可这几年运河堤上他添了几锹土。这钱还不是进了姓贾的腰包了。要是真修堤，他要钱咱拿钱，他要人咱出人。要是他姓贾的打着治河的幌子把钱塞进自己的腰包，那咱全房就得跟他干。淑清，你看呢？这事儿啊，大家先别吭声，等我跟淑清到一六十八村串一串，和各全房的穷哥们合计合计，再拿咱们的章程。对对对对，好，这样好，这样说的。嗯。
吃吧。娘，我不饿，你吃吧。好孩子，两天不见粮食了，听话。爷爷，给你吃了吧。你们看，来船了，来船了。房先生，房先生，来船了啊。谢天谢地，这可得救了，总算得救了。谁当兵啊？哎，谁当兵啊？快上船吧，有吃有喝还发钱呢，大炮一响，黄金万两啊，务农经商可不如玩枪哦。哎，哪个当兵啊？快上来吧，真的是有吃有喝还发钱呢。哎，快上船吧。哎哎，放孩子们去做工吧，到田径队去逛逛，吃好的穿好的，让孩子们去吧。小子10块，丫头8块，谁让孩子们去啊？小子丫头都行啊，让孩子去做工吧，到田径队去逛逛，小子10块，丫头8块，谁去谁去啊？啊，让孩子们去吧，别错过机会呀，来吧。爹，让我去吧。他爹，孩子还小啊。横竖都是个死，就让志勇出去找条活路吧。永生，你糊涂了，这是梁家的根呐。爹，眼下灾情这么重，我是想能出去一个是一个。拿去，先花着。到了天津卫，你孩子就成了摇钱树了。拿着吧。孩子，爹对不起你呀。志勇，冷热要当心。往后衣裳破了得自己补了。要开船了，快上了吧，快快开船了。孩子，出去闯荡一阵子，长成一条硬汉子回来。来，给爷爷磕个头。爷爷。娘，爷爷，我走了。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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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哥。
又饿死了一个。大虎，那边什么事儿？贾家来传了，要买地。房之名，几亩地？咱穷人，就四分祖坟地。在什么地界？就在这片水底下。这儿土质薄，上水以后不打粮食了。给你四块大洋，抵着志和娟的欠款，还剩三块。马铁德，你不能伤天害理呀！我那四分地，少说也值十块钱。我不要钱了。要粮食也行啊，要多少？二斗高粱。什么？你这个教书先生怎么这么不懂世面？眼下大水快淹到金銮殿了，这高粱什么价？给他二升。梁大哥，这就是我那四分祖坟地呀。这哪是买地，这是明火之争的抢啊！姓贾的收了志和捐不志和，如今发了大水，他还在坑人。让马铁德把粮食都留下来，不能让他走了。把粮食给大伙分了。乡亲们，跟马铁德说没有用，我们找贾一锅算账去。好，快点。好。乡亲们，走，上龙潭。少东家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少东家，什么事啊？反了，反了！梁永生带着人造反来了。马总管呢？没看见。快上炮楼躲一躲。玉龟，快扶老太爷进去。哎，老梁啊，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嘛，有话好说啊。贾玉圭，你克扣了多少志和捐？这是哪儿的话？这有账可查吗？乡亲们心里都清清楚楚，我们跟你贾家有算不完的账。你把克扣的钱交出来。你把粮食交出来！你不把粮食交出来，就饶不了你！饶不了你！贾玉圭，你把粮食交出来！贾玉圭，交出来！快交出粮食来！先溜了！把粮食饶不了！把粮食交出来！快把粮食交出来！交出来！交出来！把粮食交出来！饶不了你！快交！少东家，我看，是不是让我去把粮仓钥匙拿来吧？啊！我叫贾六，办事儿去了。啊！好，开仓！开仓！开仓！站住！你自己去。这我你自己去。快去，快去，快快！好好好，我去，我去。
爹。钥匙。楚清，那边你照顾一下。哎，请坐，坐坐坐。冤家宜解不宜结呀，啊？那边有路。老周，快去看看。当年就不该留下这一条祸根。梁大哥，嗯，二愣，你受伤了？树清他们呢？都出去了。哦，快走，找沈大叔去。趁着大乱还不快逃。沈大叔快走啊。娘，他妈的，滚出来！我叫你逃，我叫你逃！妈的，你还敢逃，我揍死你！魏爷爷，梁永生跑了，我把他小儿子抓来了。
哎呀，你们干什么？爷爷，快爷爷！梁永生，我叫你断子绝孙，烧死他！永生大哥，这运河水有涨有落，为什么咱们就没有出头的日子呢？来了，快！咱们的孩子，亮了，让永生快上路吧！啊，永生。天下这么大，难道就没我们穷人的一条活路吗？从前我一直拿着这把大刀东拼西杀，到头来还是落得个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。在我逃离家乡的那天晚上，乡亲们都盼着我能给穷人找到一条活路，可是活路在哪里呢？我来到了延安，这才明白咱们穷人是有活路的。梁永生同志，你说的对呀，光凭一把大刀报不了你们梁家的仇，也报不了我们润家的仇啊。润家，我本来不姓王，
姓论，王调队员，你，同志们，我就是梁永生同志，他刚才讲到的那个蒙大海的弟弟，王大江。调队员。过了河就是宁安寨了，教导员，跟我回去一趟吧。家里人看到你，那该多高兴啊！是啊，我真想去看看你。分别30多年了，任务紧急，以后有机会再说吧。好，我们再见了。好，你回去以后，要依靠党的政策，放手发动群众。把武装和政权都建立起来。你带的这把大刀，在革命的熔炉里加了钢，淬了火，在新的形势下，一定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。树青，树青，谁在叫树青啊？是魏大爷吗？你是谁呀？我是永生啊。永生，魏大爷。苦命的孩子，我以为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快进屋。哎，魏大娘，
天还没亮，这么早吃饭干什么？哎，早点出去挖点野菜，捡点烧的，喝吧，孩子。这碗是你的，这是树青的。树青在哪儿啊？别哭了，树青这么好的孩子，早晚会回来的。魏大爷，树青出什么事了？今年夏天，日本鬼子打到了咱们运河边上。老爷，带来了。高树清，日本人奔的是大城市跟铁路线，并没有看上小小的运河县临河区。这两天大队人马不是都过去了吗？可你杀了他们的人，夺了他们的枪，要是把日本人引了过来，烧了我的房子，动了我的家业，你担得起吗？这么说，抗日有罪？什么？满头的高粱花子，你抗的什么日？本人是抗日自卫军司令，临河区一切抗日武装都得听从我的命令。还我的枪，一切刀枪兵器通通交到贾府，由本司令统一调度。好啊，你这是破坏抗日，拉出去走。以后啊，树青就再也没有回来呀、啊。你大娘等着他吃饭呢、啊、一等不见人，二等不见影啊。大娜，你大娘顿顿饭都要摆上这个碗，这双筷子。小勇呢？那不跟着俺过了。大娘，二愣兄弟呢？还在贾家抵债做长工呢。永生啊，还不回去看看你媳妇去？
翠华，爹。乡亲们，贾玉贵又要来收捐了。他不让咱们活，咱们就跟他拼。对，他是个拼。梅爷爷，快把药喝了吧，喝了心口就不疼了。好闺女，不用了。爷爷，今天咱叫他刀刀见血，枪枪见红，这块门板就是我的棺材，锁住大火，把他抬上，跟我走。走，爹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？永生，梁大叔，大叔回来了，梁大哥。梁大叔，你，哎呀，爹，孩子，爹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走，咱这就去跟他见个高下。怎么？找姓贾的去拼命吗？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，搬不到贾玉圭，我就把这一罐子热血倒给他，跟你亲爹梁宝成一道去了。你记住，明年今天就是我们大海的周年。爹，不能再这样干了。嗯？什么？难道说咱家的血海深仇你全都忘了？爹，你先不要着急，来。翠华婶，翠华婶，婶子，快快回去！什么事儿把你急成这样？俺大叔回来了。傻丫头，这么大了还这么疯一阵儿雨一阵儿的。哎，婶子，真的？哎，是真的呀！快走吧。婶子啊，你先去换件衣裳吧。哎，婶子啊，快去洗把脸，梳梳头啊。不用了，走吧。如今国难当头，本参谋长追随贾司令，弃文救武，带兵抗日。你们应该知恩报恩，多缴抗日捐，共赴国难。魏吉科，出来。粮食准备好了没有？粮食，稀罕，眼下家里连根草棍也没有了。老家伙吃了生铁了，硬起来了啊！给他点厉害的尝尝。你还敢硬？哎呀，凭什么打人呢？凭什么打
人呢？你们凭什么打人呢？哎呀，哎呀，嗯，啊，这不是白眼狼吗？春荒千年的，你又来收租子？老糊涂，这是收抗日捐，不是收租子。自打我进了这宁安寨40多年了，先是你爹，后来是你，都是做了这单子叫来收租子。都给你。呸呸，死老婆子疯了，把他绑起来。绑，你绑，你绑。你这活我爹，活我爹，你活我爹。打，给我往死里打。住手！谁？不准打人！这抗日捐管谁都要交吗？废话，哪个不交就是破坏抗日，一看见都中。贾先生，你交了多少啊？我？这抗日捐收到我司令头上来了。你是临河区最大的富户，你不交，这破坏抗日应以汉奸论处的该是你贾先生了。快点！好个大胆的刁民！你，梁永生，贾先生不认识了吗？是他。姓梁的，你还敢回来呀？我正要找你啊！抗日救国，人人有责，有力出力，有钱出钱。我代表抗日民族政府通知你，你是什么人？八路军。哎，永生是八路军啊！哦，哎，八路军啊！这下可行，八路军过来，八路军过来了，是看到了，少年不容易啊。哦，你投了八路了，你冒充八路军，把他抓起来。司令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他是真的。贾玉圭先生，我军奉命东进，抗击日寇，现派抗日民主政府临河区区长梁永生前往开辟工作。过去先生欺压百姓，罪恶昭著，望今后改邪归正，切勿自绝于众。何去何从，我军拭目以待。嗯，不许放肆。是，退下，退下，退下。梁区长，误会了。误会了啊，哈哈，误会了。梁区长，请问贵军这次来了多少人马？运河两岸，记录平原，到处都是毛主席领导的抗日武装，鬼子汉奸闻风丧胆，贾先生也该听说了吧？是是是。那请梁区长代我多多问候支队司令将军，我贾某一定抗日。贾先生名为抗日自卫军，为何武装敌寨收捐，拷打抗日群众呢？把人放出来！为什么打收捐？听说这个运西支队厉害啊，司令，36计，走为上策。陶山高，梁区长，我还有军务在身，失陪失陪。慢着，据了解，贾先生还绑架过抗日群众，
收缴了抗日武器，有这事吗？把人放出来！把人交出来！把人放出来！放出来！放出来！为什么抓人？贾玉圭，把人交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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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姓贾的，你把高树江弄到哪儿去了？你说呀你！哎呀，梁区长，弟兄们军纪太差，这些事贾某确实不知道啊，查明以后一定严办。那么好，贾玉圭，你听着，根据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，我现在代表临河区抗日民主政府通知你，第一，按照你家的田亩收入应该负担的救国公粮必须全部交出，不得例外。第二，夏收季节必须实行二五减租。行啊，我照办，照办，照办。乡亲们，贾玉圭刚才说的话大家都听见了，往后咱们就要看他的行动，大家说对不对啊？对。哎，给贾玉圭让个道，叫他滚吧。对。乡亲们，梁大叔，回来了。婶子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这个死丫头。永生回来了，我一听大伙儿来吧，屋里坐，赶快往这跑啊。乡亲们，大伙儿快点，年了，两三年，哎呀，三年了，大伙儿都坐吧，啊，炕上坐吧，来这坐。老哥，你坐下。好好好好。翠华，哎，大娘，哎呀，老嫂子，你好不容易弄了这点白面，拿回去吧。啊，看你胡子一大把的人了，会说句话吧。啊，今儿啊咱比过年还高兴啊，他都叫我拿回去。翠华，哎，这是孩子去年捡了几穗麦子，我在蒜臼子里掂了一掂，一直舍不得吃啊。奶奶，快叫上吧。这可真是百家饭了。这话说对了，咱八路军呢吃的就是老百姓的百家饭嘛。那咱们都成了八路军了。还是丫头会说话。翠华，把面全和上，让大伙吃顿团圆饭啊。哎，婶子啊，针线放在哪儿啊？干嘛？大叔的棉袄刮破了。哦，在炕上那个扁子里。哎，不用了，我这儿有。哟，怪不得俺大叔不回来呀，在外边又有百家饭吃，又会自己做针线，他把咱们都给忘了。永生，在我们宁安寨多少年来没听到这样的笑声了。哎，今天大家都很高兴，我也很痛快。可是啊，我这心里还有个疙瘩没揭开。你们梁家世世代代跟贾家斗，宁安寨的穷哥们合起伙来跟贾家拼，可今天你一个人不动枪不动刀，几句话就被贾玉圭吓得夹着尾巴滚了。嗯，哎，这是为啥呀？今天呐，咱们永胜往那贾玉圭面前这么一站，我这眼前呐，轰的就是一片火光啊，是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后来啊，我揉了揉这老花眼一看，嗨，原来是咱们永生那大刀上的这个红绸子。俺永生大叔是八路军，好比是天兵天将，呜，从天而降啊。那贾一归他怕了呗？贾一归怕的不是我，他怕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，他怕的是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跟他斗。永生，你这一说，我心里可就亮堂了。他爹，咱穷人的活路找到了？找到了。翠花，这就是毛主席给咱们穷人指出的路。抗战打鬼子咱们都愿意出力啊，可粮食都让贾一归这小子给刮光了，乡亲们穷得连锅也揭不开呀。大爷，十大纲领上讲要二无减足发动群众，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。对，二无减足，这个章程好啊。喝吧大爷。啊，可贾玉圭能听吗？现在咱们组织了农抗会、青抗会，还有副抗会。对呀，大家齐了心，贾玉圭不听啊，咱就跟他斗。斗？是得斗。俺这一辈子就吃了不斗的亏了。永生啊，你可要多长个心眼啊，贾玉圭不是个东西。啊，永生啊，你可千万提防着他点儿啊。我记住了，大娘。现在由共产党领导，咱们不怕他。哎，这个梁永生胃口倒是不小，合理负担四个字搞了你10000斤粮食，二五减租四个字又是30000斤，这两笔账加起来，你40000斤粮食可就不姓贾喽。他那是一厢情愿，这回我要给他来个斩草除根。这也是你的一厢情愿。眼下共产党进军河西，兵力可是雄厚，连皇军也怕他三分，就凭司令你这几条破枪，是黑太君对你的处境十分关心的。眼下皇军正缺乏军粮，如果司令愿意把这批粮食给皇军，他给什么？给个中队长怎么样？我还是当我的司令。
来来来来来，这还是家父留下的陈年老窖。学兄，你我之间明话明说吧，粮食我有的是，我缺的是枪。枪？嗯，好商量。那好，我的粮食宁赠友邦，不给家奴。真不愧是陈年老窖，味道纯正。太君还想亲自见见你，不知司令方便不方便？不远送了，慢走啊。留步，走好走好。哎，你来胡串串什么呀？哎，你站住！爷，站住！脚生在俺自己身上，俺想走就走，想住就住，你管得着吗？你到底来干什么？见儿子了，来看看。哦，来看二愣啊，没这么方便吧？死老婆子，梁永生一来，他连走路的样子都变了。东家，自打梁永生回来，我看呢，你走路也变了样子喽。反了反了，司令，照这样下去，桌子板凳也犯上作乱了。哼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。明天我就进城。哟西，你的粮食很好，黄金的需要，船队伍我的怕去，去你的一起龙潭的气，嗯，粮食的运来我无去，他他的给，明白？嗯，哎哎。啊，乌梅娜，哎，喂，你的心焦。梁云生嘛，小小的，你的西林官，嗯，你要悄悄的，嗯，参谋长，司令有信。好，没你的事儿了，你去吧。司令说他要坐船回来。嗯，知道了。哎，事已谈妥，叫梁永生明日下午来家父取粮，一切均照预定安排行事。老沈头，有什么好吃的吗？给我来一点啊。没什么好吃的了。哎哎哎，这是给你们司令准备的点心，他回来要吃的。司令，嘿，今晚他不回来了，他在县城里边吃得酒醉饭饱喽。县城？他不是到他老丈人家拜寿去了吗？你可别糊弄我呀。啊，哎哎，老沈头，这你就别管了，去
给我炒两个菜，再弄点酒来啊。哎，好吧，反正俺是伺候人的，是个人就得伺候啊。哎，大神童，你别瞧不起人呐，过上几天说不定你想巴结我还巴结不上呢。二愣，拿点柴火来啊。来了。军鞋什么时候交啊？哦，收齐了就送到河西去。啊、哦。哎呀，你的手真巧，八路军同志穿上你做的军鞋啊，一定多打胜仗。永生在吗？在。哦。哎，爹，他们在开会，你别进去了。开啥会啊？开党的会。哦，那县里来人找他有急事。你就是翠华？哎哎哎，进去吧。好。永生，你看谁来了？永生同志你好啊。教子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派到县里工作了，今天有要紧的事儿来找你啊。他是我们新来的王书记。哦，太好了。那你们先谈要紧的。哥，你就等你们开完会，咱们一家人聚在一起，再好好的叙谈叙谈。好，来来来，坐。好，爹。啊，县里来的那位同志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你没见过，没见过。那他是谁呀？他呀。啊。他是你亲叔。啊？真的。
叔到底回来了。刚才我在拳房看小伙子们练武，你叔和一个人从外边走了进来。我问同志啊，你找谁啊？他说找梁永生。我又问你是谁呀？他盯着我看了好一阵啊，一下抓住我两只手，叫了声哥哥。你一定愣住了。对，我愣住了。后来你认出他来了？没有，俺俩分手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，这么高。可现在真是一家人认不得一家人了。县城里的鬼子搞了好多民船，据说要到临河区一带来运粮，你们千万要提高警惕，做好准备，粮食一粒也不能落到鬼子手里。同志们，王书记讲得很重要，你们看吧，前天瘸奇荣到龙潭来找贾玉圭，昨天贾玉圭就放出风来说要给老丈人去拜寿，实际上呢他却进了县城。贾玉圭临走前跟马铁德嘀咕了一夜，天刚亮就上车走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我分析贾玉圭准是给鬼子石黑勾搭上了，牵线人就是汉奸瘸奇荣。哼，这个狗东西，他巴结鬼子做干爹。王书记，我到龙潭去走一趟，我切开贾一贵那七斤半的西瓜，看看他什么瓤。事情没那么简单呐，索州同志，贾一贵还在县城里。刚才我不是说鬼子要来临河去运粮吗？这会不会是贾一贵和鬼子串通一气，搞的阴谋呢？他们是想来龙潭，把贾家的粮食啊运给鬼子。他这是对抗民族政府的法令，想破坏合理负担和二五减租运动。贾玉圭会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，那他就是汉奸卖国贼。这样我们对他就不再是搞合力负担和二五减租了。根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六条的规定，现在我们就要没收他的全部财产。哎呀，我的梁大叔，这一下可说到我心窝里去了。沈大叔，你连夜赶回去继续注意他们的动静。干什么？好，你管得着吗你？别耍无赖！你敢？滚开！妈的，我找梁区长。出去！听见没有？哎呦！哎呦呦呦！哎呦！不要误会，不要误会，我们是来送信的。什么事儿啊？梁区长，贾司令有信要我亲自送来。鄙人竭诚拥护抗日民主政府法令，理应负担救国公粮11060斤，交付日期由马参谋长面呛。你们贾司令回来了没有？明天一定回来，他到老丈人家拜寿去了。哦，那你们什么时候把粮食交给政府呢？明天下午行吗？行啊。那还要请梁区长光临贾府亲自督办。我一定来。好，那我就告辞了。同志们，又有了新的情况。来，咱们再来研究一下。好。
老梁同志啊，嗯，我把算盘也带来了，这账目上的事儿啊，你就交给我。方老师，咱们跟贾家的账，靠算盘是算不清的。参谋长，梁永生带的人来了。好，都听着，你们要看我的信号。等我用这钥匙打开粮仓大门的时候，你们就一起下手，别让梁永生跑了啊！大家各就各位，快去埋伏，快！梁区长，请。走。乡亲们，都进了吧。走进去吧，快点呀，快点吧，快点，来了，乡亲们，快点，走吧，走。贾玉圭呢？梁区长，他说今天准到。嗯，我看快来了吧。马先生，我们运粮的人可是都来了。你看什么时候开仓啊？这个请。不会。我们马上开仓，钥匙在我这儿。哦，梁区长，请到粮仓去吧。请吧。是咱们县大队跟鬼子干上了。怎么站住了？走啊。永生呢？这不，加油，梁大爷。哎，
肃清。永生大哥，爹，小勇，梁云僧，你个，哼哼，肯定是路难，去拍完自己忙着的，去卡里亚的头，你听我给，我给他拿，嗨，我卡里马去的，你给，司令，太君说胜败是兵家常事，叫你不要灰心。姓梁的，这运河两岸究竟是谁家的天下？咱们走着瞧。永生，哎，咱们姓琼的人三闯龙潭贾府，这下子总算把他给扳倒了。往后等大刀队成立了，咱们就把大本营安在这儿啊，爹。咱们的大本营啊，在人民群众当中。梁局长，啊，县委王书记给你的机器。县委已经批准我们临河区成立大刀队了。